那叫做后天宫单身贵族吧。但其实你现在年龄来讲，应该叫孤单老人呐、啊。感觉是我现在一个人在家哦，但是就会一群朋友来关心。我拥有不同的福气，感觉是我现在一个人在家哦，但是就会一群朋友来关心我，还有好多的子弟兵，就觉得要关照的人也很多，身边不会孤单的，很多人照顾我。本来他有两张照片放在这里，为什么放照片？我是担心我万一忘了他的样子，我不能忘了他的样子。他最近讲我囡仔好像很无皮啊，无聊去做事啊。我以前怕忘记他的笑，后来觉得笑不会忘记，他在痛的时候更不能忘记，所以。原来还有摆了他痛的照片，后来每看一次哭一次，哦，我的朋友无见过我痛，甲咪羞羞个，那叫做后天宫单身贵族吧。但其实你现在年龄来讲，应该叫孤单老人呐、啊。但我们一点都不孤孤单，我都有讲我朋友做这样，你做这样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叫我奶奶啊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平安。粉红短发，身穿钻石短洋装，秀出火辣身材，最美欧巴桑陈美凤为了除夕夜特别节目撩 Lucky， 性感扭腰摆臀，下一秒瞬间换装，亮绿色短裙出场，露出小蛮腰，还不止这样。上羽毛翅膀飞到空中，另一头胡瓜帅气登场，一边龙王降临，一边凤凰飞天，两人精彩合体，为节目掀起高潮。不过在演出前主持桥段发生有趣插曲。我是龙王降临，你是春暖凤飞啊！好好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你看他要讲春暖凤飞，你要先春暖，我讲龙王。节目名称的发音真的不容易，陈美凤笑点被戳到，怎么样就是讲不出来。你是素兰哦，讲话讲半天，快笑一下，素兰都比他快。春暖凤飞，好，再预备，开始。笑到都流泪，在大家鼓励下再试一次。春暖凤飞，龙王降临。龙凤呈祥，好耶！欢笑声不断，艺人们个个敬业演出，要在除夕夜用最精彩的大秀陪伴大家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